北市运动中心，一直盖，一直盖，一直盖。小朋友认真跟着老师跳舞，大人们奋力挥洒汗水。新北市下半年共有5间运动中心完工启用，包括中和、土城、三重、淡水还有芦洲。最新启用的中和运动中心坐落在景和公园内，入口位合成路一段，外观使用黑色玻璃帷幕，相当有特色。旁边紧邻的有这些篮球场呀，室外篮球场啊，网球场，还有垒球场啊、哦。那旁边有一个运动公园，所以整个来说算是一个运动园区的感觉。除了运动之外，也是一个很好的休闲场所。和其他运动中心一样，综合运动中心设施齐全，健身、游泳、攀岩，地下室还有20×40公尺的标准滑轮曲棍球场，而各式球类场地也相当丰富，因此许多企业团体都前来租借场地，提供员工使用。那以往它是一个景和运动公园，那加了这个元素之后，整个带动了综合圆通路这一带的一个生活机能。在这个区域，像公寓来讲的话，大概现在的成交行情大概都有在30万上下，比较知名的社区成交价也都落在40左右。动新闻，冬天赶快动一动，夏天才敢去海边。报道。